ground shake. Hello， 欢迎收看 Jung Style 频道。今天要来玩这个 GTA 的前往太空模组啊。这个模组呢非常有趣啊。我现在用这个阿姆斯特丹要登上月球啊。那今天穿这个帅气的军装，然后要坐这台直升机过去。NASA 版的直升机，它其实是女武神啊。OK， 他其实他这个任务呢是要到这个军事基地有一个星星的地方啊。我先把直升机开过去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这个军事基地，我先把直升机放在这个星星的旁边啊，就这种算是这栋大楼旁边吧。好的，这个任务呢有点麻烦，他要跑到这个塔台的最上面啊。啊，终于到这个塔台上面了，到最上面找这个将军，将军会给你任务。这应该不算将军吧？OK，Anyway， 跟他讲话，他就讲一堆 blah blah blah， 需要到那个算是卫星站，然后他非常的紧急，这个科学家需要帮忙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少校不见了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跑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坐这个直升机，然后到这个卫星太空站。哇，这个太空站在我刚才来的地方嘛，真是的。OK， 我们就开直升机过去。然后到指定的黄色点点。好，接着跑到另外一边去。哇，一共有六个啊，要跑六次啊。好，资料收集完成了。接下来任务呢，必须到人道实验室啊，把这个资料拿给人道实验室的科学家。上去看一下好了。对，在这里。哦，进来了啊，到了，在这里啊。出来这个电梯之后会遇到科学家，这是谁啊？哦，这个任务结束了，这么快。要跟这个 Larson 报告，接着回基地找少校，然后会遭受到一些攻击，然后把这些敌军清掉就过关了。
Thanks. Huh?这个任务就这样结束了。哦，可以前往到我们的那个 space 的。我看一下 space 在哪边啊？哦，这里耶。这边有一个像是火箭的图案呢、啊。这边应该是有个小地图啦，但是因为它地图上面没有显示出来，那我们就先传送过去吧。哦。对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，算是看一下这什么地方啊？地图看起来很大，我把时间改一下好了。哦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我们的火箭。哦，塔台，然后。这是一个小型的基地吧？真的，你看这个地图做的很精致哎，你看，离我们的洛圣都有一段距离。但是如果从刚才那个地方飞过来，要飞一段时间吧，用传送的比较快。好，我们先换一下人物啊。这时候我们的这个阿姆斯特丹中将呢，他要换一下他的那个太空装了。哇、wow, 好壮观哦。哟，准备起飞了。三二一。Lift off of mission 41D, the first flight of the orbiter discovery, and the shuttle has cleared the tower. 哦，睡哦。哦。是要坠海的意思吗？完全不能控制啊！太瞎了！所以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为什么不能动啊？是怎样啊？什么烂东西啊？继续的往下沉了啊！泡水太空梭，这梗不错啊！哦，不会吧？保护这个区域。哦，异形变的科学家啦！好，终于啊，清掉这些怪物了。算异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要 enter 这个 base， 这是基地啊。Go to the scientist， 去找科学家们。很高兴你来。我们发现一些坏蛋，然后我们的 communication system are down， 说我们的通讯设备坏掉了，然后希望可以赶快上线，然后请求我协助。
然后至少我们的基地安全了，对，然后去找那个工程师来修这个基地。Find the engineer. OK，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基地外面有没有工程师来修这里。我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小任务在这个模组里面，那它也有一些 bug， 那 bug 还蛮多的。哦，不会吧？是这台车哦？这什么车啦？逼服越野车可以开吗？不能动是要怎么开啦？哦，这个1000多公尺啊！Come on， 快点让我开一下，开一下，这完全不能动啊！这我步行好不好？步行啊，好不好？我用走的、啊，这要跑到民国几年去啦？哇，凶哦！没关系，你就跑快一点吧。我知道了，增加闪电侠的速度嘛，对不对？冲啊！是不是更快一点？快一点！哦，这样一下就到了，400多了，300多，200，100，太好了，我们到了。啊，工程师，不可以挂工程师啊！真是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工程师哎、欸，工程师，不会把他死掉了？我换一把枪好不好？他真的挂了。不过可以进去吗 ？OK， 我把它拖到我的基地里面来了。那他讲了一些 blah blah blah， 他讲了什么？真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停止那些外星人侵入我们的家园。哎 ，engineer is safe。哇哦，他不是已经挂了吗 ？Go to Europe， 去欧洲啊！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个闪电侠关掉，不然他等下又发疯了？直接场景切换到 Europe Surface， 其实应该算是这个吧。哦，好，我们出现在这个地图，然后要把这个要先灭火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钻眼的这个机器失火了吧？为什么灭火？哦，这个啊。出现外星人的飞碟，吼！为什么他这个模组没有声音啊？这飞碟，这外星人也太多了吧？对，为什么没有声音啊？怪怪的。我这个 bug 很多呢，我现在没有枪，没有子弹啊。这个时候要叫出我的闪电侠出来。对嘛，这种是来给你加点声音啊，对不对？有一只，受死吧你！
这样子是不是要把飞碟打下来啊？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啊！完全打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打爆他！打爆他！没错，哦，真的是哦，这什么烂任务啊！把这个发电机修好，嘿嘿嘿。天啊，好远哦！这个真的没有声音 ，bug 很多。太好了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 ，yes。Yes， 好，修好它。外星人把我抓走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外星人在对我施法。喂，加持啊！所以我这一集就变成外星人了吗？出现在这个地方。哇，地图上面密密麻麻，红色是什么？外星人吗？外星人也太多了吧！哦，这什么状况啊？我没子弹了，让我换一下枪好了，给他换个强一点的。真的很多哦，真的很多哦，外星人一直过来哦，整片白白是什么情况啊？Yes， 这个时候就全部卷进去。什么情况？所以他是做梦吗？所以他其实，哦，他已经过关了。What？ 过关就长这样子而已哦。啊，好多 bug 啊！玩这个之前还是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问题很多啊。啊，至少过关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太空模组，太空模组。好啦，我们先。介绍到这边了，喜欢的话就去下载吧，在我下面的连接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